手目前全系都使用传祺的第三代 1.5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就是符合国六标准的那一款。我们在之前试驾 GS5 的时候已经体验过它的动力表现，和它匹配的呢是六档手动或者来自爱信的六 AT 手自一体变速器。至于这款车具体的驾乘感受和表现，接下来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会再做一次5分钟看懂新车节目，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。